智慧、雷厉风行都是我的标签，举棋不定从来都不是我的 style。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，而我靠的就是最尖锐的眼光。是几斤几两的货色，我一眼就能看穿。真的不是我爱折腾爱捣蛋，只是对你爱爱爱不完。我这么可爱，你怎么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呢？从前的我是简简单单的纯真，现在的我是干干净净的靓丽。5月11日，浙江卫视《心动治愈季》，欢乐颂2，我用欢乐治愈你。